然后编辑趁完魔物之人，趁完魔物人还没跑之前要干嘛嘞？播广告，你等我一下哦，做完广告再走哦。好，做完广告可以走了。我要换游戏，垃圾，不垃圾了，要干嘛？我本来想说，如果将将要去睡觉的话，我就去当水鬼。游戏，然后呢？啊，你也不在 DC 里面呐、啊，在那边跟我讲说要魔物。叮。没广告，多点三下，反正吃广告真都随机的啊。我有时候看人家退取台，我也是从头到尾都没吃到广告的那一个啊。哦，播一个60秒广告哦，然后从头到尾都没吃到过。有会员没广告是正常啊，没会员没广告的话，就是如果你们有装外挂程式的话，还是建议就是关掉。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赚。啊，如果什么都没做，然后没吃到广告啊，你就是神选之人了。OK，刚开始没多久，目前看不出来。你是说他哦？简历。现在有收益吗？那个你们已经加会员就看不到广告是正常的啦。你没装，那你就是天选之人啊！反正这很长啊，我之前跟团台，我也是没有加那个啊，没有他的那个嘛会员，啊有时候就是看他一整个下午都没吃到半个广告，啊有时候就是一点进去马上有广告，啊不然你们重整嘛，你们重整我再播一次看看，重整应该有啦，因为我是突然就是把那个。没盈利，打开变有盈利。我听到声音了，你应该是进来了。Hello，等一下，因为我头发湿的，所以我现在开着喇叭，我把它吹小一点。干，又不吹头发。这样呢喂，没有。？OK，红不莲想到吹玲头珑。发，好热。啊，超被怕不哈？啊？什么？线上商店正在提供追加新内容，正在提供。来看一下。是。都提取到吗？喂耶！什么新内容？好。哦，一套可以装饰小屋的家具，什么东西？哦吼，所以是新的装饰物的意思，娃娃，套装诶、欸，哎呦，五幺鸟娃娃、欸，屋的啊，这是挂在是小屋的啊，哦，好吧，那就算了，那就真的是还好欸。重整了，那要等人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哎呦，
那我寄个信啊。寄什么信？哦，老粉丝不是？不是，我的 Air Server 装置过多，没办法启动，所以我要寄信去让他们处理。哦。With English 啊。听一下 KK 唱歌哈，好听。啦啦啦啦啦啦。交给你决定。啦啦啦啦啦啦。因为我的成就是要让 KK 听 KK 唱歌，结果好几次都没有听。我是480比720卡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说到卡，我觉得我用过易局跟 Firefox 还有 Chrome， Firefox 看影片特别怪。那什么东西？什么什么东西 ？Firebus。Firefox。哦 ，Firebus， 火箱，火盒子。Yeah, I... 那什么东西？你是故意的吗？我不是啊，我真没听过啊。火狐啊。哦。哦 ，Firefox 哦，我是 Box。差太多了吧？你要不要去听？你自己讲的什么？不是啊，啊，前面都有两个浏览器的，为什么后面会是？我想说是新的，虽然我没听过啊。他说 ，HT 说你们先打，等到。骗人。那我怎么你怎么不直接讲火狐就好了？因为我在看着英文的那个啊。什么 Firefox 不是要念五个音？还好吧。以你这么懒的人。拜拜。HTT 离开了啦。要见的啦。平常只会怂恿人啊，今天乱做事，你怎么没有理？你看你，是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永远都是不一样的。下一个会更好。不、他对我是真心的。我觉得你好像嘲讽某人，但是我不知道是谁。对，我不知道我是想要谁，感觉好像哪里听过。拉群体仇恨。他唱完了，非常感谢你把刚刚曲子送给你吧，感谢你前来送机哦。歌单，给了我 KK 你家米龙家，我靠，要是小瓜哎、欸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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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你有兴趣去看哈基现在直播吗？他在直播什么？他穿米豆子的衣服。我来看，我来看。我一进去大叫一下，干之类的。Let me see 。哦，这个封面图，为什么他不戴假发？打你的 Lola 还回字嘞！我靠！什么游戏？魔物猎人，世界冰原。不过他那个竹子还蛮有巧思的、欸，我没有看奶嘴耶、欸，好像是今天他们干爹妈送的吧？
他们今天有那个干爹妈聚餐。啊哈。不要不要私给我，这样子我要考虑开始删你好友了。不要给我看一些很恐怖的东西。你给我看我喜欢的东西，不要给我看你们喜欢的东西好吗？你这只是强迫我做不喜欢的事情。你看，连你打的字都要我经过审核哎、欸，明明就很萌，还要审核哎、欸，要显示的呢还是隐藏嘞 ？YT 有低延迟吗？七秒算低了吧？很低了呢。BFB 好了，保证 FB 延迟到30秒、40秒的，快哭死！那时候玩跟你们互动的游戏玩不起来。30秒后过后，厨房烧起来啦、啊！那时候讲，笑完了之后，你们才跟着大家笑，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我每次都要想一下，30秒前我30秒前自己在笑什么？对啊，名字后面加斜线斜，那打招呼啊，就是你把很像你把手伸出去那种感觉。寄出。要先打什么吗？还是要计谋？我计谋。哦，计谋好啊。哎、欸，你有？按结语，你传东西给我，黄页当掉了，然后传哈基的照片给我啦。黄页当掉了，靠腰对，高清的。哈哈哈！啊，那计谋啊。所以就。那个你有那叫你有七等容颜吗？啊呀，什么？我看自己的猎人笔记啊，猎人笔记对，然后最下面巨魔之地笔记完成还是？你只要看你熔岩地带几等就好了。我看不到哎、欸。啊？点进去它上面有数据啊。嗯。对，我可以直接看你画面。哎、欸，啊，猎人笔记。哦，你说最下面。一，七，一是什么？熔岩七就是最高等啊。在哪？你的熔岩一等，好吧，那就算了。你想打什么？我要打金狮子，力战的金狮素材。Need one 啊！你忘记我跟你几乎是雷同的吗？啊，好像是哦。对啊，嗯，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一没上，他们两个就哭了。我的熔岩也四等嘞，我应该去升一下。好啊，帮你的。OK， 出花，哎呦，有颜飞耶！哒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。你延迟3分钟，太夸张了吧？哇，那你不就是跟之前讲笑话的一样，人家笑完了就都散场，你还在那边原地笑。
你好了吗？你可以进来了。没有啊，等下我们在同一个集会所吗？好像不在、欸。笑死！我想说，我开你没有那个动到别人的集会。我啊，没有，没有我吗？没有哎、欸，继续。因为我刚刚点这边也是全黑的，那我去找你的，你等我。换电脑，我觉得是网络的问题吧。我也看不到你耶，问号。问号。我再开一次。会锁。你会编吗？点右键，加入游戏，这样有用吗？应该可以吧。你开了还是？接受了来自你刚的邀请，你由柜台移动至其他区域。啊？你开了吗？还是你来我这？还是？请由，而且接受我什么都没按啊？为什么他突然说你有接受？你按按看，移动到受邀请的集会区域。对啊，超神秘的哎、欸。还是那不是我？我进来啦。喂、欸，为什么啊？我什么都没做呢，好恐怖，什么东西？好恐怖，我的小精灵在帮我邀你是不是，而且是我按加入游戏，然后你直接接受、欸，哎，哦，好哦，好怪。哦，金狮子要七才有哦。对啊，力战的。哦，有趣啊！之前满我是七啦，好像是为了什么，所以大家都那个龙岩是七，然后就把那个改掉了。是因为当时开龙岩吗？嗯，新开龙岩有我进来了。HTT 要多久？什么时候要输？等一下要来，已经等了19分钟整了，还是你在等20头？那可以体谅你，还剩1分钟哦。
报酬金保险加后面交给你。来了来了，听到了。我说，要读论的声音了。输了是不是？逆转啦、啊！哎呦，刚好20投了哎、欸。没有啊，是我们被逆转、啊，不要不要那个。哦。哎、欸，你的龙岩是七等吗？不是啊，我还在练啊。哦，起来啊，一起来 play 啊。嗯，香江的，你可以点他右键加入游戏，然后他会说你接受邀请，请去柜台，我之类的，超好笑的。对啊，很奇怪。做那一只轰龙，还缺一个，杰差点要打。举个命我干嘛？他们一直以为你要玩。我刚说已读。玩啥？我不在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杰超住院这件事情？啊，杰超住院为什么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今天啊，刚刚才知道这件事情。哦，画信息魔术，我把什么丢掉？刚才满的哎、欸。他们真的以为我要打、欸，一群天真的孩子。波斯也来密我，反正太天真了。所以你们要打什么？巨魔啊，龙岩啊。哦，来生我的龙岩。哦，终于，哎呀。长大对不对？我也觉得，我有点感动。哪里还有白香菇？哦，对，我等冷静，你们先打。好吧，我们打吧。啊，他跑上去了。看，然后绕圈圈。金狮子又缺了吗？没有啦，缺一个人而已。还是杰超你的龙岩是七等。杰超的是啊。啊，你跑太远喽！我去晒太阳喽。我跑去吃东西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笑死！再会。我来了。哎，我跑这么远。然后他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我看到杰超上线了，这个时候上线了。对啊，他在看台，很有精神的上线了。有、啊、我看到他，他叫做原来如此。
啊，那我去尿尿，你等下诱导一只吧。好，你先射诱一只出来。好。哦，我的岩贼好少，五只而已。还是既然都有了，就诱大只一点的。你要诱谁呀？你不知道生龙眼吗？你诱导那个之后，龙眼会出来的。哦，好，这样生比较快。看到一只奇怪的东西从我面前走过去啊！哎、欸，结果我卡关嘞、欸！你是卡在哪里？我是卡在找不到路啊！我现在不知道要去哪个地方。啊？阿胖同学？阿胖？记得要补货，生的比较多。我没带补货的东西，靠你们了。那不赚。我到了 ，guys。烂东西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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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翼龙，我在吐了。我先杀翼龙啊。嗯。想这只很可爱，很可爱啊！这只哆啦 A 梦哎，啊啊啊！哆啦 A 梦呢？
但他嘴巴是四次元百宝袋。谁比梦啊？我的珊瑚啊！哎、欸，珊瑚，珊瑚没差，珊瑚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珊瑚我有啊，没事啊，我也满了。那、啊、我以为是我自己掉下来，才是我。哎、欸，快挂了！水啦，水啦，水啦！我声音那么小声啊，而且还不爽，我没那个爽感。调大声啊！嗯，调了调。哎、欸、啊，阿杰超进来不去玩就回家嘞？没有。我发现那个没装好，不是那个我的自烧套装，我好像不小心把发布盖掉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住院了？就本来就这几天都在绕，那几天都在绕塞，绕了蛮严重的。哦，肠胃炎啊。然后肾就有点虚弱，然后加上我那几天。还包括我有去拔牙，然后拔牙就是那个止痛药，然后就隔天就接住了。短时间内什么都来，对，没错，爆发太高，通通打来，然后就接住一个礼拜了。本来医生还想说，建议是住到下礼拜一的。所以你现在是逃院，类似的逃离医院，因为我那边睡不熟啊，哦、睡三小时就很臭，对，我睡三小时就要起来一次的，给三明药，对啊，起来，然后我大概睡晚睡大概最多只能连睡两次，不然我就睡不着了，所以我在住院那几天其实基本上没有。真正睡着过，好惨啊！还好啊，比较轻松的就是院友，那跟我住同一间的不是很吵的人，不然我真的会睡更多。啊，我的龙嘞！你又倒什么？鱼。啊鱼呢？鱼呢？鱼不见了，还在抓是不是？还在撒网。现在还有人撒网，不是都用电的？用电的是不是？是用炸的吗？用炸的。不过刚才我刚才那个死掉之后，没有来了来了。哦，你伸出来。啊！我丢个结晶而已。啊！就弹出来。对。那画面好关键。我看到画面了。哦。他弹的。我也看到那个弹的一瞬间。笑死欸！
人家为什么要生龙眼啊？因为他想要金狮子啊，就顺便啊。啊，刚都没有人啊。哦，那等一下需要我直接开金狮子给他，顺便让他生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金狮子好像被我练到有六七十只吧。所以等下直接出去吗？还是这轮不期结束再出去？看你们了，看你啊，看江江啊。嗯，他很想要金狮子。好，那就把狮子干掉。那我不去一次好了。鱼，好大的鱼！哇，死了鱼！不问鲨鱼，赞啊！哦，一堆啦！还要蓄力一下。是啦，我走哪他就跟到另外一边去。啊，弹起来了，弹涂。啊，刚刚是拿什么？车。哦，因为声音听不太出来啊，每把都不一样。风飘。他黄了，他又红了。这只很少打，多捡一捡掉喽。是，他这出来用到哪一个地方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到啊，先捡再说。我吐了天花。吸了啦，捡到两枚，哎，转头吐一点，感觉是要吐江江，江江在我后面绕了一圈。按了。哎，别想！要刷开了吗？要刷开了吗？好像还没呢，没看到金票是激动的，也没看到激动的，应该是刚才在换地图。哎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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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我那时候听一个小时版本的、欸。你只有什么需求？
我听了十分钟就关掉了，不是听得下去啊，只是当时在剪片啊。抬到这边来。哎，还能是这种？可以啊，他不是只发一次吗？倒了，应该是。来就没了。没怎么办啊？我还没要死啊！快了。很多。我是说你还没买完，但临时买就走他，他是网络买，而且网络比线下还便宜哦，而且还在洗衣馆。哎、欸、，HDD， 你妹知道我没有 FB 了，不是的，我离开 FB 了。他都只看精华，他不跟直播，你忘记了？我知道啊，我以为他会为了我改变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可以抓，可以抓。干，我先睡他。你妹也不会为了、欸、我又没有兴趣。我有啊，可是他在水里。好，我打他。好，老弟。好。也不是这样。我也要叫下一只，要跳啊！花鸟。花小。你要下一只还是要离开？离开吧，一手还是要继续。请投币。啊，我的轰体也降了，妈的巴克！个三等的你们不降，那能降七等的穿？啊，你没有先把三等的全部降到一等？你可以去手动用啊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在那边闹闹。好哟。好的好的，滚滚滚！所以可以滚了哈。是的。好。拜拜拜拜。啵啵啵。Tell you that this particular has been created for you. Please know that due to the, COVID-19 situation responded. 好，完成自杀中。我还要种油壳，哎、欸，种油，对对对，那个不是金狮子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是暴鳞龙，反正是同一个地方啊。种油壳，哎，种油壳，还有暴鳞龙，还有暴鳞龙，两个。红莲暴鳞龙，那我要看一下我有没有。我小时候打种油壳，要打那只种油壳啊。对啊，完全不讲他的本名。是啊，他的本名就叫重油壳。我去练一下，我只有六头。那就我们都进去打，可以啦。去练一个几只红脸。也对耶，可以。黄金。对，那这样可以弄练那个吗？弄。哦、啊。练什么？红牛龙。可以啊，现在可以了。哦，灵脉玉没什么用到，你把灵脉玉拿去练了、啊。对啊，基本上没什么用到，而且还多的要死、啊。你先，因为那时候他就好像去。可以啊，现在用练的比较方便，不用慢慢打。还会红脸。脑筋厕所的。
12头，够。那我去洗一个脸。那我先开进去了。哎、欸，就11头，看错了。练完了，我现在我先进去了。好。哎、欸，重游可是要普通的吗？还是要力战的？可是那是，他是那个啊，瘴气不是吗？对啊，所以可能你我没关系啦，我没有瘴气的，就谁先来就打谁吧。刀翔啊，刀翔，还是我看一下我的 level 几，看看会不会出力战好了。我刚没有注意看我的 level 几，啊，充满电啊！哒滴滴。缺瘴气，的重油可以。对呀、啊，我看一下我起 L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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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哎，我就2而已，所以不行。什么东西？你说瘴气啊？对啊，我就有 level 2。瘴气那个 HP 有吗？对啊，还有吧。尿尿了，我记得他好像有、欸，我也记得他有，还是要降掉了，我忘记了。就算他降掉，他最多那就是他的问题了。不是啊，就算降掉他，除非是他把他去手动降掉一的话，这个、就是、没有没有，他应该他，我记得他好像是降森林还是降荒地，忘记了，然后去升冰雪。嗯，可以进来的，没有关系。所以不需要进狮子哈。黑月有瘴气哦，我有的话，哎、欸、，HE 在，再来一条，我在啊，怎么了？你有中？你瘴气有吗？瘴气有，我瘴气是满的啊。啊，就那个重油壳、啊，嗯，那重油壳也不需要玩家，重油壳也不需要7等吧？对啊，只要好像你要力战的重油壳要5等啊。嗯，重油壳这么的可爱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对，就算重油壳，好像也可以用冰咒的素材换吧？可以啊，也还好啦。那力战的冰咒我都不知道打了几百次。喝嘞！干嘛？三个疯子！天哪！我先去叫出来好了，然后我再洗皮。又出魔物，打了，别打了！龙年宝莲龙 ，Go！ 嗯，没事没事，瘴气还好了，想要打，想先升。龙眼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大家可以回家啦。好，那我走了，回家了。探索中归来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怎么有反应的感觉？没有反应，哎、就是一条鱼、哎、来了，出来了，你看出来了，肥大鹅肝，好，这里，
在那边按圈圈按那么久，怎么想下不来？忘记推方向键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，教主啊，什么意思？是哈记关台了吗？不然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还是杰克关台了？嗨，杰宇，不是杰宇，你刚刚贴了哈记那个图，害我刚网页当掉、欸，哎，我先去撞了。好啊。欸、等一下，错边。白痴哦、喔，会不会掉落？大家会不会带那个？九桃。我说你扒了几下、啊？一下。这个直接撞的话。啊有啦，等一下还可以再扒一下的。我被对空了，他把我从空中撞下来了，你很厉害。刚九桃，好水滴啊！好危险。还是要冲几次、啊？要撞他吗？勾不到他的头啊！位置怎么办？哎呦，可以的。好扁！有一只土鸡龙被炸死了。哇，两只毒妖鸟！开解！欸、对，我要他的东西。哦，要捡不揪。哇，我能力战暴灵有金叹号了。只要挖一下，必战图吉龙的尖角。你的这么厉害？对啊，哇，厉害哦！必战的呢，真的蛮稀有的。太有被甩飞了啊！
我有点忙。哦，好位置啊！啊，少拍了一下。Sorry。快挂了！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塞了。合家。还抓、啊，然后他就飞走了。哇，他还遗留物哎、欸，爱困。青丹星这边，跟我来。杀他两个！啊靠！怎样？突击哦！突击突然钻出来。好，打完了，加油！哦、大大的。Oh yeah. 偷偷挖的，不要跟他们两个说。我操！小地图都看到你们了。小子，是谁？一样红脸吧，要等他吧。可以交叉，可以交叉叫啊，但我们不用等。也是哦，那要叫什么？金狮子。也可以啊，不是金狮也是目标吗？其实不是。啊，不是哦。那所以只有红脸，其他都不用。红脸跟仲由可啊。对啊。那你我是要想打金狮？对啊。我搞错了。哦，把红莲继承金狮子。哦，那、啊、不然打金狮啊，金狮的后面也会缺啊，反正龙岩的都可以打。哦，都打。Go 龙岩打。而金狮龙岩加超少哎、欸，那个每区都会出来的。啊。哦。少到哭。你挑吧，那个谁。我已经挑完了。你挑。对，他是谁？金狮子。因为你们说金狮子，我就点下去了。可以。OK。而且我刚刚穿到没有布区的衣服了，所以。哎呀，那再重新布区了吗？哎、欸，要让他出去再回来吧。对啊，是没差吧？好像也不没有差哈。对啊，没差吧？就这张卡就、啊。只是差防御而已啊。啊不，攻击有差啦，除非他是哎、欸、他是。我要换炮了，所以没差了。好。啊，走，找大奖，开始打怕搞，怕搞，而且还可以吃东西，来踩个痕迹，好吃。别闹了，一定要这张桌子呢，害我喷口水。哦，大奖要来，我看到他了，在他屁股后面，你们有大熊柴龙哎，各位。要先宰吗？看起来不是比较好吗？对啊，简单魔物哎、欸，是可以的。反正金丝会留很久啊，还是叫出来的。开住，我已经过去了。加、哦，走不了啊！我就不浪费当药打他了。我拿特甲轰他头啊！好，拒绝。抓龙吉啦，你各位小心啊！我操嘞！站在他的脸上龙。颜面射击，都进去射，也是内射的。我看到他啦！
去哪里？谁呀、啊？是我。去哪里？好可怜。你们谁都别想靠近他。在干什么？我说应该来得及吧，来得及后退吧，没有。哎，要手下留情哦，要抓起来哦。我没有捡足迹哦，虽然它有绿色那一圈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能捡足迹啊？我好奇是这个。啊？怎么不能捡足迹？我没有看到我。我看有人说什么，就是如果要升什么等级的话，不要捡足迹哦。还是我的啊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、啊。我说会影响队长的那个，会影响队长的那个什么鬼东西的。哦，我还真的不知道。对啊。我们专业。我说这是那个什么巨魔之地全七等的心得什么之类的。又没戳到。有点怪，对啊，我觉得很奇怪啊，不是就要捡足迹才会有加分数吗？哎、欸，骷髅头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，我离开我离开，要倒了，两个，两个 ，double， 喂，好，再来是找那个。撤他！他在精灵路区。嗯。松散感觉是全部都是大家走上去吧？知道吧？Go go go！ 感谢风间的25港币，我也是25颗星星。有啊，有在开始戒掉。我去。哦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没戳上去是不是？你看他在哪里？我没看到，我有点远，找不到他的位置，哪里啊？哦，我看到了，在哪里啊？尾巴上，这是最莫名的位置哎。不错啦，这他那边是弱点啦，还不错啊。我本来讲在屁股上的。接力命中红心哎，对啊，你那边算最佳位置。我有觉得有点难跑。可以的，那你刚才泡到我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有耐冲啊？我不需要耐冲啊。哦，他直接骑在上去的。我想勾勾不到，你把我打掉。Go！ 哎，他在看什么？很发呆。怕。啊！我跑了，太会跑了吧？我刚以为你是躺在这边呢，我想你在干嘛？躺啊！挑战结束。不会又可以装了吗？可以装了。
哎、欸，我看到结束了。哇！哎、欸，我这位置不好。嗨！嗨！啊，拍掉底吧。啊，东西。水啦！水啦！有毒哦！白痴凶才挡招，哎、欸，他晃了，又可以撞哎、欸，那么快？对啊。哎哎哎哎哎 ！OK， 只要高，只要高。我来牵制他。哎、欸，好，上来。哦，开始啦。什么东西嘞？哦，换人，换人。哇，毒属性金狮子。哎、欸，还有变红。What the？ 谁？是谁？那一定不是我，我在最远哦。我知道。沙粉。我没有，我在捡东西哦。不是，重点是谁戳到的？我走走走走，就突然就被麻了。没事，那只大，不会是那只凶豺龙吧？你有看过我们上次？我觉得有可能被制裁了。啊，不对不对，我不知道这个了。上次怎样？我们四个睡觉啊！哦，你说你剪的那个影片吗？对啊，有啊，我还放0.25倍在研究到底是谁他妈打到那一只，真的是觉得是那个呢，他自己打到的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嫌疑最重的是江江跟黑月，我好像不是我们两个，哦，怕江江的可能性估计比较高。我有一个后跳，要前戳接去炮的时候，那个前戳可能有戳到。哦，我怕、一来就这么激烈。哦，他睡他哦，啊，可以睡啊。啊，被喷了。最后一颗，猪油。这个位置，哎、欸，我没有石头、啊，何必啊？就中火石啊！我去，我刚刚看到红色石头，哎、欸，可以抓了，啊，可以抓了，那我先打捕获弹，那我先打一把狙击龙弹，再会了。啊，不是说要打捕获弹？我打了两颗啦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打，还是说子弹的不够力啊？哎，小鱼，不然就是跟一个白痴一样啊，说玩家会挡子弹啊？啊，真的有可能。我说，然后还说我挡子弹，害他是没有射到零伤害。那妈的，他明明就站超级超级远，我就想说我在算那个距离，站在那个枪口前面。那白痴是谁吗？你讲的好生动哦！我先叫下一只。好，那个白痴你也认识？我认识是不是？哎呀，你们都认识。他不是在场吗？在场啊。又出魔物，红脸暴脸 ，Go！
哎、欸，有大胸二哎、欸，这么可爱的吗？啊、要打？打？他、啊、也、欸、是贼龙哎。那走啊。雀鸟也可以打、啊。趁他还在那个时候。他们都是可以霸凌的对象哎。所以先打哪只？都可以啊。我已经我在打中二了，我在打中二。好。哈哈哈哈哈哈。OK。哈哈。叫嘞。变手剑，我来帮你软化它。有，我戳到它尾巴了。攻回雷，啊！啊屁的，干我屁！哟、哎，盯得很开心哦。我听到有人在盯啊、哦！我听到第二个人开始盯啊、哦！没有啊，没有吗？都是我啊，都是那个人啊。因为瘴气的我已经有半年没来挖他了。他到底要转几次？哎、欸、啊哎哎哎，下来了，有内鬼啊 ！What hell？ 交易，终止交易。他到底要飞扑到什么时候？没扑，没扑，小弟啊，要小心。转化中，没有减毒机。断尾了，可怜了，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啊！哦，差点。别叫了，下去。再来是找爆莲蓉。跑来一只血鸟。血鸟也是可狩猎对象。啊，你也要打星星？好，你也要打吗？我是升等级好用的、啊。哦，我想说，有啊，就打红脸啊，都可以。升那个隐藏等级，隐藏上千。看看我这个木兰飞弹是要怎么刮？木兰飞弹刮，走。我把他的牙齿削得尖尖的，拿去让他咬龙。我的妈！卡损失。哇，还抓得很开心哎！我拿错武器了，我要回家，再见。哎、欸，木兰飞弹在干嘛、啊？木兰飞弹要把它卸下来了。欸、拆弹。哎、欸，我有。还以为是一盖罗拉嘞。这边可以吗？三角柱。哎、欸，滑过去了。欸我以为是分面可以，加油！补救方案，哎、欸，划过去，不是啊，那不能再拍了啊！我知道啊，怪怪的，
感谢。你是那个夜市特工吗？我感觉不太一样。感谢夜市特工的300块钱。嗯，同一个人吗？夜市特工。我怎么记得你有勾勾？啊，就是那个夜市特工了。就是那个夜市特工，是不是？我看他没勾勾，但是感觉又是本人。Hello。因为最近他的麦块影片都是问我的啦。勾勾。还想过来干嘛？他在哪边的？我有点害怕。我也在想他是不是在这边。来就知道，从那边会看看那边有没有飞过来就知道了。看是没有。在晃啊！对他那个。哦。白痴哦、喔！白痴哦、喔！我看到捡痕迹了，怎么挖？捡石头、喔、啊！被炸了！我帮人补。有有有，一样。你看这次就生气了吧？也、欸、没有，可以、啊。我现在在啊，巨物启动。有了。又倒了。啊！打我干嘛？我把你开了把枪啊！哎、欸，不，我都不动了，还往我后面开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觉得很奇怪。子弹不会穿过队友，会打到队友吗？就说了。哎、欸，我靠！困了，困了，完蛋了！啊，这个时候才开始诱导，你这样，是因为他跑掉了，所以才跳出来。来来来了。哎，他在寻找你的味道。康，哇哇哇哇哇！直接过来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话，嗅觉就能灵敏。对抓，好，打个捕获，打三颗总行了吧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他说可以，可以，很爽。掉路，啊，掉路了。这次还是祭司炎飞龙啊！啊，要打炎飞？啊、要打他吗？我问你啊，你刚突然梦出炎飞？对啊，你讲的、欸哦。不是啊，我想说，我在问要打什么龙，突然一个炎飞龙、啊。古龙、啊，还是这只古龙？你们特别不想打？其实都行啊，你缺素材就打，不缺就行。那就不让他死。啊，那就让他死。那是老爷爷，那走吧。本人，我直接私讯他，谢谢你的钱。所以是要打吗？说要打，那走呗。挺抠啊。我一息。开亚口哦，不然等下又要即将离去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他了，然后开红了，换个武器就来。嗯，我尽量撑。哎、欸，他跑回去了，他是找到谁啊？行动很诡异哦。啊，扒得到了。啊，滑过去了。怎么有一个人站在门口呢？我想说要等你们了，但是我看到不用啊，有人在前面拼命了哎、欸。我后来才发现，原来已经有人在揍了。等他放头，哎、欸，重油鼓出来了。哦，哎、欸，不是力战的，但是不是力战，可以换马？不行啊。可以吧？力战哎、欸，他一般的不能换到力战，不是吗？对啊，不行啊，不能往上换啊，只能往下啊。哦，好吧。邪恶了，完了，太久没有交报告了，交到屋那边是满的了，下来了。哇！哦，我怕。战的话，我就要撤了。我怕我在附近。他穿不动衣装吗？没有，所以我要抛弃、哦、我走了。没事没事，我的扣三扣完了。看到了。Oh my god！ 刚我皮死
碎了，碎了碎了碎了，那上面还有一颗，可以可以，我吓死我了，这是，你这个，嘿嘿，工伤，没事。我打棉弹啊，嗯，应该不会那么快射了，射过一次，我再射一次，我帮我打一点，不要甩我，啊，我操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热火，这两颗被他的子。好像是毛吉跑掉的声音耶，好久没有抓毛吉，我到了，到了，我也到，继续打名单，啊碎了，对，他射在中间呢，哼，啊，撞啊，直接撞啊，直接撞啊，对，没有没有，好没事，不是碎吗？他碎啊，啊，怎么刚没？他上面有特甲啊，哦。啊，因为想到他太中间了，我就是没有先打棉了，他就节操补了一发。我补的，抱歉。哦，是你补的。我还想想到要等他，算了，直接搬到这。他，哦，这边应该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 ，nice。姐姐姐。修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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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跑去投了，我看到了。我没有啊。哎、欸，他跑到旁边而已。哦，那没事。续个屁呀、啊！呀，我很怕你续。哎、欸，撞牛壳！哎、欸，撞牛壳！牛壳怎么自己来的？撞牛壳来撞的啊！不，太。太废了，撞牛壳，他才要跑了，撞牛壳怕了，他怕，他怕，哼，娜娜，他跟乡民进来看热闹，哦，哦，喷喷，喷完就倒，很随性哦。太晃了，哒哒哒哒哒，哎，哒哒哒，亮亮亮亮，哎，怎么了吗？我刚没看到，我看到江江在忙啊，他丢在中间啊。
他现在在折腾这机器。找不到我了。找到了。啊，肩膀，我的肩膀，我的肩膀，我的肩膀，对。听到清脆的叮一声。我在弹指。原来如此。先捡个。啊。哎、欸，秀秀。秀。完了，你们刚刚就在喊修修修，他就进来，你看，很香啊，修修修修修，对啊，我很想他，哇，耶，想吃臭豆腐，怎么不是重油壳了，快，怎么要跑过来？哎，快挂了。你看我重油壳要顺便吗？要先打他吗？那个不用了、啊。先把那只杀了。啊，不是，哇，你颜值好低哦。白 T 呀，对吧、啊？撞一下而已、啊。先捡个那个雕龙。哇，这么多啊！超多哎、欸。对啊，不是重油壳、欸。我为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你想说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雕落物啊？好爽啊、哦！重油壳啊，同类型的。人生都是啊，他怎么都没开过大啊？啊，因为对中都在地板上爬、啊，对、啊，他在地板上爬、啊。回家了，我好难过。哎、欸，那好像马桶刷、喔，马你妈啦！马桶吸盘，马桶塞吧。对，马桶吸盘那个捅那个的，捅你啊！捅，就你最恶心，让你马桶吸盘。不是，他真的很像，好不好？你都抱他睡觉。我为什么要抱他睡觉？哎、欸，他好像还在撞。啊，好像不行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其实我没石头了，我在找。丢啊！哦，丢！丢！碎的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哈哈。谁说我老？哇！哇！我是秀秀。傻眼！太大了！干了！我的肉干了！我的肉干了！我的肉干嘞！呜！我的飞扑没事。飞扑！啊！我躺地板，你们加油！哎、欸，风，不是，风压吗？他是来找我，结果你好像会连累到你。不是啊，肉干吃光了啦。我需要爬一下阿林麦玉最不需要的东西，哪是哪有最不需要、啊？我最需要他的。死了，洗掉啦！哎，你怎么回家说你很难过？为什么？嗯。家里是你不温暖的地方，嗯，它太温暖了。我是多少呢？我现在36。太热了吗？你半夜36度，太热了吧？对啊，太平太那个，那个是白天的温度呢。我先去叫他出来了。对，所以下一只是龙脸吧，不是吗？啊、，OK。哦，不是，35。好像没有比较好。欸、他在跳，没事。
我刚刚没讲错，三五三六。顶。叫出来的。不秀，你知道夜市特工吗？夜市特工。对啊。好。不知道。关系。不希望你知道。一个 YouTuber。YouTuber。他影片你应该知道，只是你不知道他这个人。什么片？哪？我在采集而已。哦，差点出来了。那影片怎么都这么……什么？你好好说话哦。可怕！人家可是很大的大大哦。我说可怕，那个图师我不行。哇，你一些恶心的都行，就这个不行。我没办法接受那种恐怖，不够恶，没办法跟他作对啊。后面那一只什么东西？后面那一只长得很怪啊！恐怖的我不行。我这是你好，你偷蛋。原来是普通火龙。人家好歹也是绿蛋的。没有屁用，绿蛋。他被你拦住了。走不开。好运气啊！完了，我贯通蛋，贯通蛋不看龙的。又被撕了。为什么你的会毛茸茸的感觉？我的是浮空龙的啊！啊，好好看啊！我的笛子也是浮空龙的笛子呢。好，中完了。刚刚那一把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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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那把不是。哦。刚刚是火龙类的。看，就搭配我的兔耳哦，又想学是不是？我没有学，我只想说，刚刚那个如果是浮空龙，我可能会对他有一些不好的印象。他不是说那个很像马桶。哈哈哈！是不是忘记要怎么念了？通马桶的通便器啊，通乐通便器，通乐是另外一个游戏吧？通乐好像也是那个吧？错的吗？通乐不是那个吗？那种排那个的，就是你水管里面有衣物，你只要倒几个通通乐进去，然后给他那个硫酸啊，很像硫酸类的东西。硫酸？对啊。这不是拿来泼的吗？我操！你要泼谁啊？不是啊，我的天，你要泼谁啊？你看到？你在路上看人家泼硫酸？新闻好吗？厉害了，我的秀，我的真的哎、欸，你的秀，我的天啊！你以后不要跟我讲话了。小心啊！他哪天不爽就泼你啊！我不怕啊！我要先报警。不是啊，社会新闻很常看到谁谁谁看谁不爽，然后就在大马路上泼硫酸，然后又波及路人这样子、啊。哇，就觉得新闻就是就才是很多万恶的根源呢，很多东西都是从新闻学来的呢。对啊，像我知道这件知识就是从新闻学来的。所以你对硫酸唯一定义就是那个吗？嗯，可以泼。那请问泼哪里？新闻有告诉你吗？泼脸。新闻不都说泼脸吗？哇。自由教的好，导致半边毁容这样。你跑，哇，印象深刻啊！看你被泼过、哦，不是啊，新闻就写得很耸动啊。耸动是他们的天性啊。然后我就
常常看耸动的，就是吊你这干你看耸动，不喜欢看恐怖，我的天！哎、欸，快撞了！这是我的秀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天哪、啊，我的秀！这位置是不是可以啊？可啊，可啊，可啦，可啦！哎！他撞到什么？他撞到什么？还在跟踪我！我先撒他一颗地抽弹，他在当墙壁砸的很好。哇！预判，我的天！我想说撞空了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！我也被猴子被新闻教坏的，还不走哎、欸？还没打架，不是要打过才会走。哎、欸，怎么是你走啊？来走了。天哪！哦，土鸡熊穿出来了。穿过，爬出来了。简单来说，他就是丧尸。天，丧尸，所以是他的 boss。丧尸哦，也是很幽默呢。听不懂。丧尸、啊。你的长光，长光，长光，长光啊。看风景哦。你们撞一下我的，换一下这抽的。完了，哎、欸，没事，他把我带走了，人真好。啊啊啊！麻痹我！碎啦！没有啦，我看到他被尾巴扫到。睡觉咯，不是睡觉啦，脚麻啦，都讲麻痹蛙了，你还要睡觉？麻痹不是 哦，对不起，哎、欸，麻痹不是睡觉吗？对啊，我脚麻了、欸，哎，我脚睡着了，傻眼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新闻不是这样教的吗？靠！我毒有毒有毒有毒，我沾到毒啦！哭啊！走，我是走开。哎、欸，绕过谢谢。觉得这次打完就差不多了。你说材料就够了吗？还是你差不多要被捕获了？我就差不多了，被捕获了。哎、欸，是可以抓的意思吗？睡觉、啊，他好像睡着了。哦，我以为是有人要抓他。那我先抓了。好的，好的。金子。哇，它的它尾巴会发出光哎、欸，好亮哦！被吸掉啊！被撞断了吗？嗯，它可以抓了。好，要断它。美，好，我要去其他地方晃晃。好，美。嘎鲁奇。哇！美蛙哇！美蛙蛙，美蛙蛙。是要几次？啊？拿出去了。还输一点呢，讲讲。讲讲，礼拜六十一点。他不行了。收到，而且要算早起啊！那先出去了。哇，好多、哦、都没还呢。耶，五等。
太多音效了。无中子的超经济。呀、yeah, ，超经济。超经。我听成无中子。没有终止再见了，拜拜。嗯，我怎么会有惊叹号？有新东西。那二位还有要玩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虽然说，哎、欸，要玩啥？都行，休息，都行，都行，休息。我听讲休息，休息也是可以。啊，那，哎、欸，那还有什么？啊啊！哦，那就休息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啦，这个我们应该就到这边啦。没有要干嘛？那我们去跑一场水鬼就关台啦。这买到现在玩不到三个小时。当时本来是 Amigo 想玩这个，但是就是他没有组队系统，本来应该说没有像内战那种系统，要撞很难撞。啊，这个跑一跑就关台啦。等一下，这礼拜今天卖什么？彩虹新影，有。粉嘟嘟，好粉哦，买了。这款你在考虑哦？我觉得不用考虑了哎，这款就直接买来玩啊！而且这款，虽然我不是说很讨厌那种打积分的样那个嘛，因为心脏会，可是这个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真的是玩好玩的，积分什么我就觉得还好。来杰瑞。什么外挂啊？我没遇过外挂、欸。然后这个要跳，然后拉他一下。
走错了，走错了，我后悔了。老鸡。哎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都很变态，哪有啊？就星星长啊！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抛光的感觉，这种杀物的感觉。哪里变态啊？你这样讲好像真的有一点呢。什么意思？最先全部变成鬼的队伍就被淘汰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输了！我要感染到其他人哦！哎，快快去赶啊！在我这干嘛？抓我冲啥？去啦！牌超多的欸。欸，怎么没答案？哪里变态？颜色很正常呢。可以一起玩，拜托。你有这款游戏吗？啊，你不是很穷？我的天哪！哎，那天找你问你要不要玩这款，你说没有钱呢。
你有买我跟你玩啊，你没买就你没买就赶快去买啊。这游戏真的只能四人组队，真的很可惜。DC 是什么？奥腰啊？怎样？他出了第一天我就买了。那天问你要不要玩这个，你说你很穷哎、欸。然后我就买了。啊哈！啊哈！啊哈！啊 ！HTV 说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老G很喜欢玩这游戏。几等啊？他很爱这游戏。他觉得这游戏很强。感谢墨雪的70块钱。他的 bug 很奇怪，他的 bug 会让人看不到名字。没有，因为前阵子有人是用那个名字的代码，就可以他可以把名字改的超级超级大，而且又有颜色。啊，那时候就一大堆人在那边乱改名字。死掉了。你们先玩啊，因为我现在在 POE， 我才八等而已。才三等而已。好，好，啊，好，谢谢，耶。我是巫师长得超可爱，那就预设的而已啊，我也有啊。我喜欢他粉红内裤的造型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是都不会换的。他好像穿着一个粉红色的内裤，哎，可爱哦、喔。你是用手把玩还是用按键盘呢？手把玩，你用手把玩啊，你用啊，你不要，不要，对啊，我的意思是有些人会用手把玩、欸、我不是那些人啊、哦、那些你很冒险的梦，那你玩这个会摔滑鼠啊？哦，不会，这个倒还好，假的，对啊，我脾气那么好，拜托，哇哇，对不起，哇，脾气就很好呢。快，你在我旁边了，跑啊，冲啊！这游戏真的很坑哎，它出了第一天我没有买，可是第二天、第三天我就很快我就买了，觉得它太白痴。在哪里啊？刚过电风扇，我看到你了，快点，快跑，派大星！快什么派大星？不买就一点派大星的装扮哦。不要走中间，中间超难走的。啊，我超爱走中间的、欸，但都没过。真的很难呢、欸。
运气啊，从来没有成功过哎、欸。中间的很容易会被打到旁边，然后你自己控制不了就被杆子滑下去。滚啊，热狗！要挡人，他在那边挡人，拉屁呀、啊！王八蛋！还在开台哦，小心！哎，干，滑进去了。这游戏是很好笑哎，这游戏很可爱呀、啊。是呀、啊。但是我也没多少等，哈哈。这是空白键坏掉了，会不跳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我有一个人在超级后面，妈好可怜哦！这个人是空白键坏掉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而且我的代号是8788。超级怪卡了，卡了，这部戏不是很好啊。他伺服器还没优、欸、还没优化，没踢人呢、欸？有吧？只是他的动画应该我们看不见吧？是什么？冲破门？这个快，这个都会等人过，然后自己不过。他应该有踢人吧？嗯，等下看人数就知道了。怎么怪怪的啊？我之前还遇到外挂、啊，一瞬间就直接往前冲，不到五秒钟就跑到终点。干，这个是吗？不是，他会嘟嘟。哇，你好强哦！厉害吧？厉害、欸。我啦！不要急哦，一群白痴！我看你挤过去了，我看到你的，走开！群人在那挤，走开啦！这个臭热狗，给我站住！哇，哎、欸！撤！过来！不行的，过了，过了！我死了！哇！不行！我傻眼！哎、欸，这是张馨予播的，是不是啊？张馨予子女啦，怎么播的那么丑啊？哦哦！小鱼过了吗？没有。哭哭！好久了，也太转太久了吧？有时候这样、啊，你就当做他在、啊這個、超难的。这个我没玩过哎、欸。超难的、欸、这是会杀人的地图哎、欸，这关有意思。其实好像到后面他是没有那个，他只有一个人哦，没有28，对不起。为啥小啦？我要走捷径啦！捷径？走捷径啊！直接爬那个爬平台跳上去就好。可是我现在被球球滚下去，那个是你吗？你被球球打了，你掉下去了，那是你吗？是我啊！哎、欸，岩浆会升起来哦、喔！
那边这样子哦。哇，出局！出局了。出局啦。那我们就退出呗。酷酷，所以他的石锭超级难拿的，我觉得。嗯，你赚钱就有了、啊。氪金也有。这个有氪金？有啊。有啊。你要为我氪一笔吗？账号交出来。然后你就说不要。阿君，你的手机？嗯，给我丢掉。这个离蛮远的呢，就听得到啊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会，这个会。哦，你什么都会晕？那为什么还要玩？这个不会啊。我说这个，这个会很难走。不会啊。这个我很常迷失方向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哎、欸，外挂啦，两个了。这有一只烂，干干干干干他！哎哎哎，两个外挂、啊。太快了吧？可能。不要！啊！我看到一个很像你的人。嗯，本人吗？他也是，就是全粉色的。我被抓到，白痴哦！看到你了，你后面有一个绿绿的人。每次都忘记那个要跳白幕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卡在我这边啦！拜拜，你好。哦，这一场我外挂。没事啊，刚刚外挂还没冲第一名，我笑死了。你在我隔壁。每个人看到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拜托，简单一点的。哦，这个是鬼抓人啊，就是。这我知道。繁星玩的应该还比你多吧？他刚刚就在实况台说这是什么？我没玩过这一关啊。我知道，我刚刚哇，看到那送安了，红队的那个红队，黄队的那个好像没在动。这个有两个玩法，看你要故意被感染之后，然后去抓人，还是你要一直躲着，哇哇哇哇，然后去、那个、去抓别人。可是黄队那个鬼好像不太灵活哎，完了，就再去，不要，你没看到我，你没看到我，不要，靠！去抓黄队的。红队的快结束了，差一个我看到他在这么转圈转圈圈那边转圈圈那边，好累哦。我觉得应该是外挂是我们这一队，所以我们那么顺利。
哦，这个我看到狙玩过，感觉很难诶。不会啊。哟，感觉怪怪的哦。网络不顺还是大家会瞬移？好恐怖哦！应该是网络不顺吧。嗯。哇！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很奇怪。这人怎么可以这么黑呀、啊？那石镜好黑哦、喔！企鹅的造型吧？没有企鹅啊？是吧？我记得有一个皮肤是直接是黑色。我实况上面就是这个啊，它超黑、欸。然后这三个绿绿的。你要死了？死的啊！啊，我开好了，然后就等你们。不担心。我现在才等级三而已。我竟然没死、欸。我怎么会死啊？很难呢、欸。哇，是三个人而已。哇，你会不会吃鸡呢？我还没吃过鸡，这游戏。我上次差点吃鸡被杰克抢走。那是揍他，不是我是说没事。反正就是抢尾巴啦。三抢一啊！哎、欸，是哎、欸。我觉得这个还蛮简单的、啊。这不会简单，我记得这个是板子会不见吧？不会啊，板子会不见欸。会吗？你说的是那个是红色的棍子吧？哦，这个会不见哦。你给我看我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啊喂啊！他们在。打架了吗？紧张哦！金色的感觉好恐怖哦！你好扔 Q 我，我拉到了的。你好贱哦！好贱哦！吃坏了！吃鸡耶！居然是用这个招数吃鸡，好过分哦！啊，这游戏就是要这样玩啊！太笑了吧！我们可以加个老狙，嗯，邀请玩家，笑死，太强了吧！我想说，没有，我一开始抓第一只，我想说只是稍微摸一下，我哪知道他跳不起来。那第二只是真的想信，他就真的抓到了，意外。
也想要吃鸡。欸，这是很难吃鸡。对啊，他60个人只能选一个。而且如果你在第一关冲第一名的话，有成就。哎，真的假的？嗯，所以才会有容易有外挂。哦，冲门！我一开始以为这游戏是不是60个人都可以是内战的？我以为啊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兔窝一起办一个啊，就是有买的，你可以一起来办一个兔窝杯这样。后面会有吧？感觉一大堆人有在提，应该一堆在敲碗的。就你就没经验没什么吧，就反正就是欢乐而已。对啊，有个薯条好可爱哦。那个 DLC 啊，老巨有没有看到？汉堡、薯条跟可乐都是 DLC。好饿哦！我终于啊！我想说我在过年都会被后绊倒。想说我还在过年。已经过好多关，啊，他都会被那个顶出来的那个在隔壁，不要撞我了，北极哦！不要再撞人了，这撞门不是打人的游戏呀！哎，我不行，完了，我被挤出去了，不行的啦！哦哟，不行了，你不要再跟我在那边卡了，这是谁呀，啊？哇，我直接被打下去，不行了啦，30几人，不行了，没了。你都死光了，你都死光了，完了，那离开啊！为什么你呢？我还在里面啊。那我们就看你玩啊。白系的代号是几号？1176，你看粉红色，全身都是粉红色，就对了。有两，好像只有有两只是那个全粉红。没有，有一个是脸是白的。哦，身体有渐层。我们看你玩啊，因为很多关我也没玩过，我也可以看看怎么玩。靠，你要自己来玩才好玩啊，自己玩才会知道诀窍是什么，啊。看你玩啊，那我你看实况来就好了，啊。你想干，你就可以，没有没有，这边看是第一手资料，这边是摇滚区。哦，这我就没玩过啊，这很白痴，这个超难，那反正只要拼最后一秒、最后五秒钟就好了。你分数让给他们没关系，最后五秒钟把分数抢回来好了。那，啊，这个就没办法看到是粉红色啊，我是蓝色，我看到了，我视角已经在你上面了，看到你。那早年也是有颜色的那一种的蓝色。啊，反正这一关就是两个人搞一对就对了，他是淘汰最后一名的，所以两个人搞一对就赢了。他讲是这样讲啦，啊，那时候跟他们玩都是我们团体赛都死。感觉他们现在在搞你耶，你没有球球了，等一下就知道啦，啊。怎么都在红队啊？那这手机都在抢一颗球哎，欸！最后十秒，芦苇加码！No！ 输了，黄色区，太扯了。啊，离开。哦，就这个小唐人真的很可
那你玩过大陆版的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什么？你神仙打架吗？我不知道，不是啊，大陆不是也出了小唐人了吗？山寨版手游。我不知道。我是不知道，是看那个网络新闻的。反正只要是陆服，都很容易会神仙打架，不如不要去。合法开外挂，大家都是外挂。哎呀，从中间、啊，大家都从中间吗？看有我们三个有谁会过？这叫旋转木马。哦，第二排。什么乐牌？哇塞！我直接被，哇靠！我直接，哇！我直接，哇靠！哇靠！我被打回来，吓死！啊！我现在第二名因为我刚刚不小心被一直打打打打，然后就超前面的。哇！超精彩的。完了，你还是走中间了啊？走中间吗？我说你还是走中间了啊。你不是说不行了？我已经废去。哇！被打下去了。哎，我还是走旁边好了。我直接被……哇塞！我直接被打过传送点就是记录点超扯！我搭上这一班车，拜托！我有了，我有了，我有了！我靠！看到了啊！繁星过来，我这里，这里！我看到在飞速的那个。Oh no！ 我被被……哦，不想讲了。终点前两个人在亲亲两个在抱抱回好可爱。小君你还好吗？不大妙。还有九个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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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点小短腿。是即使放弃了。快点小短腿。最后一个怎么还不上去？那是热狗。那狗不上去，他一定是等到最后一刻他才想要走进去。哎，知道，我看到了，地拍人吗？地拍人，地拍人。阿君，你没了吗？还是你还在？还在啊。棒棒，有点久，然后又是鬼抓的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现在还在跳，快到了，哇，抢蛋，你们乱鬼，刚刚差不多，团队游戏，刚刚差不多了。就是球比较多，金色蛋分数比较高，五分吧。红色，我们是红色。先讲。哦。我的那个金蛋，去
的清单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不要不要！快跑！快跑！你偷了别人家的清单，快跑！快跑！回家！回家！回家！丢！哇塞，厉害哦！快点，中间有两个军刀，我们家，我们家，我们家。进去，进去！让我们家，我们家，我们家的清单被偷了，我才刚偷回来，王八蛋，给我走回来！我的，黄队太可怜了吧！我要用了，没人有啊，没我，不然打在这里就好了，全部都卡在这边的啦。哎、欸，黄队拿着我们鸡蛋，走开了，黄队，你要偷我蛋。他只是三颗球哎、欸，可怜！哎、欸，球被舔出去了！呀，太好笑了吧！一堆人挤在这个池里面，黄队好可怜哦！黄队刚刚一度只有一颗而已，三颗一颗这样子。那热狗被淘汰。黄金热狗是这样子的。Oh no！ 又是这一个。玩这个是低能呢、欸？哪会低能？这比较好玩，好不好？你说我玩这个是低能？他还有罩子会把人家罩起来的吗？我觉得这个至少比团队赛来的好。团队很吃队友、欸。我想买这个罐子、欸，这一开罐好可爱。没有卖。他都只会从一个方向走出来嘛、啊？那就好。万你以为是？就是他会两个方向，那就很过分呐、啊。两个方向的话会很累吧？交叉感染。不要不要不要！我没错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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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，别踢我！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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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、哦，差点！我没做错，我没做错，不要挤我了，拜托！全部排中间，要开始跳喽！哎呀，好痛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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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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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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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，大佬们。不要卡住哦！好好险好险好险！我只要卡在板子里。啊，小的呢？哦，是过的意思了吧？应该快差不多了吧？多秒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不要激我，拜托你们了，我想赢这个游戏。Yeah！ 哦，哦，我来了。Oh my god！ 这四轮淘汰？没有。很多人淘汰，是他们中途离开了，就断线还什么的，就结束后就直接离开了，不看了。完了，我这个玩五场只赢过一场，这不就跟以前的那个？然后通常是每次都是人数少的那方赢，之前呢、啊。No！ 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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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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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输喽！是不是可以再见了？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求求求！太难了吧？有了有了，这里这里，旁边旁边旁边，哇，好推！你好棒，王繁星！哇！不要了！刚刚刚刚刚不会 ！No， 有一颗！不要不要不要，顶回去顶回去顶回去！不要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救我救我！家里那颗不是啊，他们家那颗。有哦，有哦，有哦。来来来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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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你他，你他，他，不要！啊，没顶到，你来。不行，我没头，我没顶到，我是低能。这什么球？完了，他们家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超不会踢球的啦。等一下，后面那个小气球还丢。等等等等等等，我没看，小黑没听到大笑，你顶过去了。真的不会丢啊！不要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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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是老鼠屎！不要！烦死了！我接着各位。我白痴！你把他顶进去那一个，我就是我。飞猪，来游戏，好笑、哦，这太好笑了吧？没事没事。Oh my。你购买什么 ？skin 哈？绿冠啊！被切一半的力开关。还有裤子啊！不要等，把这一场。我好笑这戏。哎、欸，对，繁星，你有爱门罗这游戏吗？没有。我们之前买，你没有跟哦。对那款没兴趣啊。很好玩的，我们最近玩到都绝交了。嗯。我想抓小鱼，走开点！哦，不行了，我已经绕了第二圈了。哇，我很慢呢、欸。现在才在跑那个什么球球那边，啊，他原本是这样吗？已经有人达标了，哎呦，我掉下去了！你又忘记跳了，我是跳不起来的，天哪，我不行了，应该。我看到繁星了，小鱼加油！哎呀，快，哎呀，哎呀，快走啦！不行了，哼哼。
这太难了，我每次都在那边跳不起来，很难跳哎、欸，那个。YT 不是没办法永ban吗？他不是说是要锁 IP 的？对啊，可是我要看机器人没有说永ban永ban，那怎么永ban啊？最多不是在ban个300秒？他可以，可以封锁。又是障碍赛，我还ban个小林看看啊！哇，小林。我没玩过这一关欸，就通常很容易这一关摔下去没关系啊。啊，看垃圾人，哇，被摔了，随波逐流，找不到老师。哎呀，你是几号？找到你！哦，好多人已经过了。嗯 ？QQ。我看到穿内裤都死了。为什么？内裤错了吗？有穿裤子的都错。推球球，哎，这个我玩过。我觉得中间的最那个，哎，最有优势，哎。没有欸，我们那时候都是最边边优势最低。要抓低能，不用抓的啦，用推的就好了。哇，蓝队很厉害。Catch。哇，超越了蓝队了，然后他们在终点那边冲啦，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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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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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觉得没什么用，人头的力量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这只是大家帮忙一起推而已。对，我顶 ，OK， 可以了。你看黄队帮忙推啊，根本就是自我放弃。我那时候就是谁，那内脏嘛，然后就巧克力跟他两个路人在推球，最后那个要推下来，那边推不下来，人不够多，一堆人往下跳，为了阻止。好像只剩一个在上面这样子，然后推不出，下面出来，下面都是队友啊，他推不过去，笑死。啊！又是这一关，哇！很新队友的一关呢、啊。为什么两场球啊？我不在了，我不在了，你应该开心的吧？去你的！我心里有像一个金条、哦。我金条？好有钱你！没有吧？反星是蓝色的呢，蓝色的吗？我是蓝队啊，他编号1176，一一七一一，一开罐只有一个而已吧？喂喂喂喂喂，
五分的哇哇，我推到了，哎、欸，不是五分哦。而且你那个很意外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好厉害哦！果然没有我。为什么我觉得每次到这个足球的时候，他的游戏帧数好像会变很低？会动的东西不多吧？哇塞！黄哥要放弃了吗？应该有一个人放弃了，他应该是要等中间那个位置，他在等球，他想要直接等球掉下来，然后那个斜角，刚刚传进那个直接起点直接射门的那一种。像这样跳强哦！你们，我觉得刚刚是我们两个当老鼠屎的关系。他们已经放弃了。你帮忙顶进去吗？刺激了吗？十六八十，这十个要什么？长尾巴？嗯，或是爬那个啊？对呢，爬塔的蜂窝。哎，蜂窝有可能哦。蜂窝哎、欸，哇！我在下面称霸了，最后一层的，我在下面称霸了。先把中间那些全部踩光。对。开始要绕外围咯，按标志，我看。跳旁边。哈哈哈，好合理哦！三个人击中一个是怎样啊？啊，抱歉啊，后面的抱歉。后面那个超级饥渴，我也是。哇，你可以连跳哦！要夸我，哦、要夸我。弱鸡，你不行的啦！啊、我不行了，没了，不行的啦。他抢走了，翁来，翁来，
好啦，关台啦。好啦，感谢今晚收看啦。那明天什么？明天那个跟巧克力的团再来见啦。各位晚安喽，拜拜。没办法，这游戏就只有第一名啊，第二名没有什么东西啊。拜拜啊。